Hello， 大家好，我是 Venus，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大家都知道我有养两只猫咪，那第一只猫咪是2017年养的，它叫做 PP。第二只猫咪呢叫做 Nene， 它是在前年养的。那刚好那时候呢，我有拍一支影片，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的话呢，请到下方资讯栏点击，然后就可以看那时候 Nene 长怎样。过两年呢，其实还蛮多网友会在片下面留言，奶奶现在还好吗？她现在过得怎么样了？然后或者是奶奶现在长得多大只了？那在这一支影片呢，就要一律来回复各位网友的留言，然后还会跟大家分享我养两只猫咪一个月的开销大概是多少。好，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2020年4月呢，我刚养奶奶的时候，她那时候才3周那么大。她满一个月的时候，我们带她去看医生，那时候的体重是0.5公斤，然后我大概可以单只手举起奶奶。但是现在呢，我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做这种事情了，因为她已经从0.5公斤长到4公斤这么大。大家可以看到相片里面那个身形的差距有多夸张。那再来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Nene 的独门秘技。这个独门秘技呢，就是他会照三餐吸贝贝。我每次吸贝贝的时候都觉得好可爱哦。但是为什么猫咪会做吸贝贝这样的动作呢？上网查了一下，有3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年纪太小就和妈妈分开。那有一派学者呢是说，因为他在小时候呢过早离乳，也就是说他小时候没有办法吸到妈妈的母乳，导致他在长大之后变成成猫还是会保留吸布料啊或者是吸被子这样子的习惯。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跟品种有关。那有些品种的猫咪，例如暹罗猫或是东方短毛猫，它们就比较高几率会吸吮布料或是被单。那第三个原因就是，这是一种放松的表现，或者是这是压力大减压的表现。这听起来非常的矛盾，但是呢，其实都是同样的原理哦。网络上是写说，当猫咪呢压力太大或者是极度放松的时候，都会透过吸贝贝或者是踏踏来做减压的动作。这个动作可以让他们回到和兄弟姐妹或者是妈妈包围的那种温暖的幸福感。那我觉得奶奶有可能是这样子的因素而去吸贝贝的。接下来就是很多朋友会问我的问题，那就是养猫咪一个月大概花费是多少呢？这边呢，大概来算一下，每个月都需要买猫砂，那猫砂的费用是300块。然后再来是吃的方面，养猫咪呢有分干食和湿食，那我目前是干食为主，湿食为辅，这样子的花费大概是1600到1800之间。那除了猫砂和饲料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杂质，例如牙膏、玩具、猫抓板或者是猫草，还有一些主人失心疯会乱买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呢，因为可以用很久，所以粗估大概一个月平均花50块。那这样子算下来，每个月的花费大概是2050元。这个费用呢，其实是不包含医疗支出的。所以如果猫咪它的身体不好，那你必须每个月再多出一大笔金额去看医生。再来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我养一只猫咪和养两只猫咪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呢？其实最显著的差异应该就是，当我只有养屁屁这一只猫咪的时候呢，它有非常严重的分离焦虑。例如有好朋友来我家造访的时候呢，他就会开始躲在小角落，即便是衣柜或者是门缝，一些很小很小的地方，他都宁愿躲在那边躲一整天，他也不想要出来。
或者是当晚上我要睡觉的时候，他会想尽办法要吵醒我，例如推被子啊，破坏我的布置啊，或者是在各处鬼吼鬼叫。我觉得生活品质也会受影响。但是呢，在养奶奶之后，这些行为完全都消失了。有了奶奶之后，他们两个可以作伴，然后也不会有分离焦虑的情况。例如客人来的时候啊，奶奶就是比较对人类比较信任，所以他会先招呼客人。那屁屁一开始会先躲，到后面他会慢慢熟悉陌生人的气味，然后慢慢的走出来，甚至有时候也会和客人玩。所以养两只猫咪，我觉得不管是对大只的还是对小只的，他们的情绪都会变得更稳定。再来呢，就是有些人会问说猫咪会不会打架，尤其是年纪差距大的猫咪会不会打架呢？其实我觉得打架是一定有的，像屁屁和奶奶啊，在一开始刚认识的时候到现在都还是很常打架。那我一开始会先把他们两个支开，就是各自做各自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奶奶有时候就是会挑衅屁屁，所以我很难去阻止他们两个打架。但是到最后呢，其实我会觉得打架这件事情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像我和我妹小时候就非常爱打架，然后打到大概国中才会开始相亲相爱。那我觉得屁屁和奶奶可能就是因为两个人每天相处在一起，所以当然会有一些看不顺眼的地方啊，然后奶奶有时候会想要跟他玩这样子。所以我现在的做法就是我会静静的在旁边观察他们两个有没有打得太凶。如果就是一般的拔头啊或者是轻咬，那我觉得是 OK 的。那以上呢就分享给大家，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猫咪的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询问，然后也欢迎大家订阅、按赞或是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让更多人可以看到我的影片。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拜拜，拜拜，拜拜。